好，双十节这一天，为了庆祝中华民国113年的生日，吉安乡公所特别在美伦进信会第二会堂广场举办了市集的活动。除了发放万张的体验券，也提供民众消费以及摸彩振兴地方的产业，也带领将近有万人齐唱国歌，并且有百岁长者担任掌旗手，场面超壮观。广场上满满人潮，万人齐唱国歌，更邀请百岁长者担任掌旗手进行升旗典礼。双十节的这一天，为了庆祝中华民国113岁生日，吉安乡公所特别在美伦进信会第二会堂广场举办市集活动。今天来自于全县60几摊的摊位，为我们打造产业复苏的一个荣景，希望透过了活动的办理，透过了我们所有乡亲的共力，看到满满的人潮，接近万余人来到了现场，我们也相信领到了50块的产业券，可以带来300块、500块的消费的循环能量。在这里感谢所有的乡亲支持，我们相信用带来了活动的办理，也创造了所有来自于光复、寿丰、新城、花莲市各乡镇的乡亲来到吉安，有你们共构共好，我们共同为国家、为花莲、为吉安、为我们的家庭的每一个人加油。早上8点一直到下午3点，活动除了安排一连串歌舞表演，现场也发放总数10000份的体验券，提供民众消费及摸彩，进而要振兴地方产业，吸引不少民众携家带眷到场，共度这个难忘的国庆日。记者许立勤吉安乡报道。